魔镜召唤术有点像双刃剑，毕竟猫可以用，鼠也可以用，毕竟它是所有玩家任意玩家都可以交互的，所以这个技能我觉得不用点太高，让自己使用就可以了。魔镜召唤术召唤一个持续很久的魔法魔镜，任意玩家都可以与其进行交互，通过消耗自己的星星数来进行许愿或者传送。二级之后大幅度减少冷却时间，三级之后许愿的内容将随着许愿次数提高质量。我的发，那么班长奶酪可以直接传送过来吗？2 hours later，法咒强身，不动时将大量减少受到伤害，受到攻击时将进入短时隐身。哎，可以啊，这个技能。看，先看一下免伤。哇，无敌兄弟们，就这伤害，哇，无敌啊！然后就有一特色，我明明喝的是护盾，但它出来是瓶远视，不愧是猫鼠。试一下，等一下，试一下爆珠伤害。这喝牛奶直接无敌啊！哦，隐身，个人感觉可以带上泡泡浴了，兄弟们。3 days later。哎，冷却时间好短，冷却时间10秒、2秒、2秒。虽然时间比较短，但在实战中很难应用。我试过了很多次，这个真的不好用。这个技能，9颗星星了。所以应该是这个按键，所以我的9颗星星被猫打一下就没了。所以说这个技能就是不好用。数量不够。哎，我这为什么会给猫加速啊？它这个。一星应该是可以无限用。哎，反正这个角色配上泡泡浴的话，我感觉还是实力还是会提升一点点的。然后戴上波须之后，整体的移动速度应该也会提升那么一点点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各位老板的观看。